以寵物嘅趣事。有一次我同佢開 live 咧，跟住佢全程當我隻手係玩具咁樣，不停咁樣咬我咬我。但係平時佢唔會咁嘅，我懷疑其實佢係特別有表演慾嘅，即係佢知道有鏡頭喺度，佢就會咁樣做。但係平時喺屋企同佢 spend time 嘅時候，佢絕對唔係咁樣。嗰一下咧開緊 live 咧，好似落雪咁樣，因為佢啲毛周圍飄，咁都幾浪漫嘅。聽海浪聲就同 Tiger 去啦，聽海浪聲靜靜地啊嘛。咁 Tiger 本身都係比較靜嘅。即冷衫可能就要找啊 Frankie 啦，因為 Frankie 佢好多工具嘅，即平時我出街要插電又問佢啦，要紙巾又問佢，咁可能佢個袋又袋住啲即冷衫嘅工具都唔出奇嘅咁樣。最後一個係人體掃描，我掃描佢嚟計就梗係掃描啊 Elton 啦，因為佢身形線條好啊嘛。不為人所知嘅特別技能。左手和右手都可以用到的，即譬如吃饭啊，因为我天生是左右的，后来就用右手，所以有时候吃饭会视乎我，如果我右边有人就用左手揸筷子，左边有人就用右手揸筷子。喜欢自然系有没有这样东西？我自己化妆手真的是自然，因为我好像自己的感觉不喜欢太多东西在个面上面，所以舒服一点。左边但是我很少自己化妆。哪一种香水可能是比较 fruity 少少的香水，但又不要太甜，即可能是有少少果味的，但是个 base 可能会是一些比较 rum 的味道。女仔赞我的眼够细啊，好啊，个个都说眼大才好看的嘛，那真的没人赞过哇你的眼好细啊好靓啊，希望会有一些人是觉得哇眼细好靓啊。